七条策略问题 ,7 strategy questions。第四，你公司有边十戒呢？有咩唔可以做啊？ Steve Jobs 讲过啊， People think focus means saying yes to the things that you've got to focus on. But that's not what it means at all. It means saying no to the 100 other good ideas that there are. You have to pick carefully. I'm actually as proud of the things we haven't done as the things I have done. Innovation is saying no to 1,000 things.我完全贊成啊 ！Business is about making tough choices 啊！上三集咧就同你講咗 ，Who is your primary customer？ 公司股東、顧客、員工邊個行先？追數應該做邊三條數咧？今集咧我就會同你探討第四個策略問題喎、哦。What strategic boundaries have you set？ 十戒啊，都有講唔好殺人、唔好奸淫、老略咯。你公司又有邊十戒咧？根據哈佛教授 Bob Simons 嘅呢本書《Seven Strategic Questions》啊。Say no 的 boundary 咧有兩種喎，一就是避免公司的同事們去做一些事係影響公司聲譽嘅；二就是避免浪費啲資源去做一些事係同公司現有的發展策略有所衝突啊。先講一就是唔做影響聲譽的事，例如全球最大的零售商沃爾瑪就係，由於佢專注咧樣嘢內貨價都一定要做到最平啊，佢哋嘅行政人員咧就絕對唔可以接受任何供應商提供嘅禮物啊，或者 favors 啊 ，not even a cup of coffee 啊。公司咧就曾經試過炒咗個副總裁，因為佢接受咗供應商請佢食飯 free meal 啊，同供應商唔建立任何嘅感情，做到冷血咁咧，咁佢每個員工就先至能夠喺個供應商度亂搞亂到盡啊嘛。又例如國際著名嘅顧問公司 McKinsey 啊，覺得咧同大企業客户嘅信任咧好重要啊。他就講到明啦，所有嘅客户嘅資料見唔見得光都好咧，一定唔可以同任何人披露啊，包括自己嘅老公或老婆啊。由於呢個嘅保密條款咧，員工犯規，McKinsey咧都炒過唔少人啊。我自己做商鋪機咁都係一樣啊，好多人咧想同我合作買鋪啊，我全部答案咧都係 no 啊，我冇合作啊，因為太多利益衝突啦。如果好嘅嘢就自己先買，第二好嘅就同你合作。最差嘢先放落個基金嗰度嘅時候，你有幾個唔使玩啦、啊。因此我成日同人講，我冇合作啊。一係就買個基金，二係咧就買個基金沽出嚟嘅鋪啊。我自己咧都冇買鋪 ，again 我冇合作啊。你試下聽日打個電話俾我，同我講你有100亿想同我合作買鋪，你就知道我點答你啊。第二個 boundary 就係避免浪費資源去做一啲嘅嘢，係同公司現有嘅發展策略係有所衝突，唔同嘅嘢，即係 opportunities to avoid 啊。例如一開始 Steve Jobs 個 quote 咧。如果佢乜都做啊，就冇資源去發明 iPod、iPad、iPhone。美國著名嘅一間 payroll processing company ADP 啊 ，stands for Automatic Data Processing Inc. 啊，純粹咧就係幫客户出人工咁簡單。ADP 就講到明咧，做生意如果以下五樣嘢係做唔到嘅，就唔接呢張單嘅啦。一就係 generate US 100 million recurring annual revenue， 每年持續收入咧會高於1亿嘅美金。二就是 sustain a 15% growth rate， 持續地每年咧要有 15% 嘅增長。三就是 be number one on two in the market， with the potential to be number one in 5 years， 市場內要排名第一或者第二，同埋五年內咧係有機會做到第一啊。四就是 offer standardized non-customized 嘅 products and services， 標準化嘅產品或者服務咧，唔會嘥時間重新建立咧嚟就個客啊。五就是 have a clear exit plan。就是萬一唔夾嘅話咧，一個好清晰嘅退出計劃啊！以上五點啊，是但一點唔得嘅話咧，就唔做啊！當然啦，唔係永遠都唔變嘅。公司嘅高層咧，就每三年咧就會因應時勢咧去更改一下 ，but to say no 啊！但最重要嘅就係公司內外同事們咧都好清晰乜嘢係唔做嘅，咁咧就有資源去做一啲應該要做嘅事啦。純粹做 payroll processing 咁簡單，而家 ADP 嘅市值係超過800亿美金啊！等於兩間新鴻基地產，肺炎後的股價仲不斷地創緊新高添 ，crazy！ 你公司有咩唔做呢？十戒啊，都有講唔准殺人，唔准奸淫老略啦。你又有邊十戒啊？我自己啊，做商鋪基金，除咗5-6千萬港幣樓下嘅街鋪喺香港啊，我乜都唔買嘅。我唔買商場鋪，唔買樓上鋪，唔買住宅，唔買工廈，唔買商廈，唔買農地，唔買車位，唔買骨灰庵位。日本嘅民宿。英國的樓、法國的酒莊全部都不買，送給我都不要啊！
因為咧，我唔想住咁大隻鴿乸會就咁隨街跳咯。我真係相信咧，你乜都 say no 嘅話，就有時間去專注睇嗰啲五六千萬以下嘅香港街鋪，回報咧先能夠做到最好，長遠先至能夠達到我哋嘅目標，係擁有全香港1% 嘅街鋪，即係大概300億港幣到咯。要專注，所有其他嘢要 say no 啊！你咧，無論你係做間茶餐廳、補習社、IT 公司定開賭場啊，公司有咩嘢係 off limit 嘅呢？影響公司的聲譽或者是同你的公司發展策略是不一致的。 What not to do and what opportunities to avoid。 例如你開間茶餐廳，不會入一些有荷爾蒙激素的貨，不會用一些過期的食材，不會在一些起碼住了過萬人屋苑以外的地點開鋪，不會賣一些出品需時超過15分鐘的菜種以免減低個流轉量。 Whatever it is， 是否公司上下同事們都知道呢？有興趣聽多啲嘅，就喺嚟我五六月份嘅早餐會。下一集咧，我會同你分享一下 How are you generating creative tension 啊？點樣令到同事們喺釋放嘅壓力下更有創意啊？